你就叫会回来的吗？我们早上上班，还碰到他，我们在那等交通车，回来了。对，你说叔，你说爷爷，来爷爷抱抱，去爷爷抱抱，看看你有没有好好吃饭。来，去找爷爷，爷爷抱抱，抱一下就知道了。快点，不敢过来啊。呀哈！你不过去、啊，没有，他还要吃饼干。来，你过来给爷爷，爷爷帮你打开。我记得明天再买东西给你吃。没有，你帮爷爷帮你开。爷爷抱抱，我明天再买东西。叫爷爷打开。爷爷抱吗？对，看我们什么时候生个男生。看你儿子，小儿子。